他们把它贴在上面啊，贴在上面。哦，这是 Polo 三台在录。帮我写个副报告。绝对新鲜又好吃。谢谢文章。好的。帮我写文章。拍了几个色。有色情。慢慢看啊，有色情，可以加入。你现在马上加入给我看，我送你一片青一片吃。一片青一片。用送的。哦。不用买。大气。每个客人都有吗？当然啦、啊，每个客人只要他有加入，我就送。每一个客人，对对对，你是送客人吧？对啊，你也是啊，你要加我也可以加。我手机在忙。我有加社群就送青鱼片。对对对。你是送什么？哪一个？这边青鱼片。我没看到。哦哦，送青鱼片。对。哦。是台湾的、哦，是挪威的。加社群立刻送，大家可以加起来。加社群送青鱼片哦，老板说的。都刚切好了，500块、300块，种类搭配的都不一样，看你喜欢吃什么。我建议你早上、中午前或早上这段时间来买，因为人潮会比较少一点。中午的时候人潮可能是会比较高多一点，因为过来吃饭的人比较多。然后11、12点的时候，或者是用餐时间过后来买，可以跟老板熬一些小优惠吧，应该也不多，毕竟人家也是做生意。好。车都很方便，然后对面就是那个现在比较新的海螺馆，看起来应该是有办市集，它有一个小小的帐篷。海螺馆旁边也有停车场，然后跟跨一座桥永安桥，就跟整个市场结合。这边机能性跟功能性都蛮高的，然后附近也都是有玩水、骑脚踏车的区块。有很多人来这里骑脚踏车，从餐厅区走过去看看。好吃吗？谢谢。只有那两道菜。不用，吃饱吃饱，谢谢谢谢。有一些小吃。对，不一定要点，像也有一些小吃。浙江有个餐厅很喜欢叫天使。
一盘新屋鹅肉，在渔港吃鹅肉蛮特别，所有新屋这边鹅肉是